5到7世纪，住世家不重视之。榕树在印度的影响不大。榕树在印度之影响不大。印度人7世纪已经不知道大智度论之存在了，亦称南中观。未提到啊，未提到榕树的，你看不清楚那个字是什么。提到榕树的这个著作，佛教故事啊，用来弘法的。看《大正藏》第3册本源部，本源部，本生故事，本生故事。西北印度的土耳其有吗？大智度论，大智度论也可以。大智度论含很多故事意蕴。大智度论含很多故事意蕴。俱舍论，或色大乘论，解释明相。